国学。三字经。首孝悌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，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一个人首先要明白孝敬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，才能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，并且要知道基本算术和高深数学，以及认识文字、阅读文学。我国采用十进位算术方法，从一到十是基本数学，然后十个十是一百，十个一百是一千，十个一千是一万，一直变化下去。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本原则，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。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，就必须从两点做起。一到十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变化起来却无穷无尽。算术这门学问越来越深奥，几乎每个科学门类都离不开数学，所以必须从简单的数目学起，为将来学习其他知识打下好基础。